首先是设置，进入设置界面，在锁的背面有一个后盖，把它打开。使用回形针戳入这个小孔。可以看到菜单界面，然后菜单界面的第一项就是用户管理，新增用户，然后选择你要添加的选项，第一个是面部，为提示转动脸部，完成录入。第二个是掌纹。第三个是密码。第四个是卡片，然后在这里可以选项你添加的是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，这里选到了管理员，然后就可以使用。然后就是解锁，先唤醒屏幕，识别成功，然后站入框内，门锁就会自动解锁。第二步是卡片，识别成功。门锁已打开，请随手关门。第三项是密码，再点击一下屏幕就可以唤醒密码键盘。识别成功。门锁已打开。第四步是掌纹，把掌纹放入。识别成功。